回家乡了。我紧张。要是为了这个就想回家乡，为什么当初你要出来？谁给的事？这个沙漠的后面是什么地方？我紧张。是另外一个沙漠。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。看见一座山，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。我想告诉他，可能翻过山后面，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。回头看，会觉得这边更好，但是他不会相信。人生每个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人停留，总有一些人来，有一些人离开，有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就走近，有的恋人不知道怎么就走散。爱对了是爱情，爱错了是青春。